月，然后现在又被大家做视频了。那这一期的视频呢是松井佑贵的花水木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。首先我们看第一小节，第一小节第一个音是食指摁三弦二品，中指摁二弦三品，无名指摁一弦四品。这里的话，如果你可以做到先提前把这个食指摁到这个横按的话，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。然后第一个音的话，右手我们是用爬音的技巧，这样半拍，然后接着三弦二弦，然后这里的七小指提前准备好，然后这个是四分之一拍，弹完之后立马回来一个横按，提前摁好，这样这样，这两个合起来是半拍的时间。然后接着无名指摁五弦四品，然后小指也是做好准备七品，然后空弦。好，这是第一小节。好，示范一遍。好，这是第一小节。好，第二小节，这边空弦弹完之后回来食指摁五弦二品，然后这边用无名指摁四弦四品，五弦。好，二弦空弦。然后接着这里的话有一个三连音，这三个音合起来呢是半拍。好，都是先弹空弦，然后击食指击二品，无名指击四品，这样弹空弦，食指击二品，无名指击四品。然后紧接着这里小指摁五品，然后右手跟五弦空弦一起弹。好，连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效果，这样慢速。好，半拍，然后无名指回到四品，然后接着食指回到二品，也是半拍，跟五弦空弦一起弹，然后接着一弦空弦。好，我把第二小节示范一遍。好，这是第二小节。第三小节，无名指摁五弦六弦五品，然后中指摁三弦四品，这边右手的话大拇指食指一起弹，然后接着一弦空弦。好，左手这边无名指回到四品，然后同时食指摁三弦二品，右手一样的。好，这里的话你可以用大拇指去摁六弦二品，也可以用食指去摁六弦二品，这里我是用食指，然后中指摁二弦二品，弹完之后这边中指移到三品的位置。好，这里这两个音是合起来半拍。好，把第三小节示范一遍。好，第四小节我们只要把食指加上三弦二品加上去就可以了，然后右手一个正常的分解和弦，两每个都是半拍。好，第五小节，然后最后一个三弦二品三弦二品和二弦三品，这个是两拍的时间。好，那我把整个前奏示范一遍。这里最后结尾的时候，如果你可以使用柔弦的话，柔一下效果会更好。
好，接着第六小节，第六小节把中指抬起来，食指保留在三弦二品的位置。第一个音，这是一个爬音，六弦、四弦、三弦，右手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，然后空弦，好，然后这边二弦跟三弦二品的，二弦、空弦、三弦二品，这边是四分之一拍、四分之一拍，这两个快一点。好，接着无名指到五弦四品，然后这边食指的一个小横按，只摁住四弦二品跟三弦二品，这可能会比较难。开始练习的时候，可能食指会有点疼，稍微坚持一下，多练习练习就习惯了。稍微斜一点，不要太直，太直的话可能不太容易做到。然后二弦、空弦、一弦、空弦连起来是半拍。好，我把这小节示范一遍。这样，好，接着第七小节，这边食指上来摁五弦二品，小指摁二弦五品，半拍，然后五三，这边三的话用中指，这两个合起来半拍，然后无名指摁四弦四品，记住我们在摁四弦四品的时候，这两个指头都不要放开。好，这边食指下来摁三弦二品，然后这边保持不变。好，最后两个也是合起来半拍。好，我把第七小节示范一遍。好，第八小节，无名指摁六弦五品，小指摁二弦五品，然后这边我也是用爬音的一个技巧，对，半拍，好，这边二弦跟五弦一弦合起来半拍，然后四弦半拍，这边过来食指摁三弦二品，这两个合起来半拍，然后无名指六弦四品半拍，这边食指呢摁住这个三弦二品，然后压下来变成一个小横按。好，这边的话一弦二品跟二弦三品，这边合起来是半拍。好，然后再六弦四品，小指摁这个四弦四品。好，好，这里的话弹的时候把食指跟中指都抬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边第八小节就是半拍，然后四分之一四分之一，然后半拍四分之一四分之一，这样的一个节奏。好，我示范一遍。好，然后接着第九小节，食指中指分别按六弦跟五弦的二品，半拍半拍。好，接着中指按三弦二品，这边这两个合起来半拍，然后接着把食指跟无名指都按在二品上，四弦跟二弦的二品，这样。好，我把第九小节示范一遍。接着呢，这边我是选择中指保留在这个三弦二品的位置不动，然后再爬音开始第十小节。你也可以选择跟之前的第六小节一样的指法，食指摁这个三弦二品，这小节是完全一样的。然后第十一小节，这跟第
七小节是一样的。好，第十二小节，同样的无名指五弦六弦五品，小指二弦五品。好，爬音，这边五三食指摁这个二弦三品。好，这边中指摁六弦四品，然后这边无名指摁四弦四品，然后食指摁六弦二品，这边移过来。好，我把第十二小节示范一遍。好，接着第十三小节，六弦空弦，五弦空弦。然后这边是我是习惯用食指横按，然后这边中指按二弦三品，无名指按一弦四品。好，这边是一个食指中指无名指的一个爬音，然后爬音完之后，这个五是用小指击上去，然后那个四呢小指勾出来，这样合起来，这三个音合起来是半拍，因为它下面呢有一个三，然后代表呢这个三个音是三连音，所以合起来的节拍会快一些，这样。然后把无名指抬起来，弹这个一弦二品，好，六弦一弦的空弦，然后五弦空弦，然后这边再重新摁上去，摁这个二品横按小横按，然后中指摁二弦三品，然后这边用一个 AM 去发，这样 AM 去发。然后最后五弦空弦。好，我示范一遍。这样。好，那我把这第一部分的十三个小节示范一遍，你们看一下。那花水木的第一部分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好好练习，然后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